是来到舞台前方，这里啊，给你点个介绍一下。我们的海狮明星呢，是远道而来，他来自遥远的南美乌拉圭，是一名南美海狮呢，今年呢已经有5岁了。按照我们人类的年龄啊，现在也算是一位20多岁的优秀青年。那朋友们，咱们俩介绍完也算是彼此认识了。现在也让我们来一起伸出双手，来给我们海狮明星打个招呼。 他也是非常热情、太可爱了。那你看到我们俩不愧是大明星，你看这身材、这比例相当完美啊！然后想简单采访一下，问一下，哎呦，不要害羞，吐个舌头。我问一下啊，大明星啊，我也想听到你的身材都是怎么保持的，能不能告诉一下我们现场朋友？哎呦，哇！ 厉害厉害厉害！这动作太难了，这个是说非常强大的腰力哈，佩服佩服。那大明星，今天呢来到现场，在温柔的摆摆，你看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们专程过来看演出，那有没有给大家带点绝活啊什么的？哦，还说什么？您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的高手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，他又给您带来一个。 怎样的展示呢？来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。好，首先看小 Maggie 的稳定性如何啊？哎，漂亮，非常稳。来，丝袜难度啊。好，运球行走。来，再给您加个倒立。哎，朋友们，有没有掌声？ 鼓励一下呢，我好稳啊！来继续加大难度，弹弹弹奏韵味，要不然怎么说我们也不进步啊？这么紧致，那是有道理的。好，看到很有节奏感，来加油！当然啦，艾迪。 就要先在我们家把难度加到最大。那么下面这个动作非常考验技能的娴熟程度。好，加上一个木棍来做好准备。好，现在为您送上棒上皮毫球，来稳住稳住啊！太厉害了，但是还没进球，旋转。 我打滚，手球都不掉啊！来，重新回到我们舞台前方，也让我们再次掌声送给你。好，那么刚才您看到我们的 Anya 一系列球技真的是非常流畅啊！那也看得出来，我们 Anya 呢是腰力相当了得。当然，您可能有所不知啊，我们 Anya 呢不仅是腰力好，他的臂力也是十分的强健。 有力啊！在我说当中呢，有着一指禅的神功，而在我们海狮界，艾迪也有着一臂之力的功夫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挑战一个非常非常高难度动作。当然，如果说他成功挑战，我希望朋友们您的掌声能够如约而至。来，准备好了？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朋友们，掌声！ 在哪里呢？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吧，我们加大难度再来挑战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朋友们，掌声不停，我们坚持最后3秒。来，双手不要停哦，1秒，来2秒钟。哎，朋友们，咱们俩掌声好像不够热情哦。我太棒，来3秒，3秒，3秒。
哇，太厉害了！我觉得这里啊，一定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下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这位只是看起来魁梧啊，他的体重可是达到了多少？整整400多斤呐！什么概念？就是刚刚这一首，相当于是将扛了4个成年人，受力量和力气的亮相。来，跟随我们摄影师一起来到舞台前方。当然啦，初来乍到，朋友们，也让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。 好可爱呀、啊！当然，游戏怎么玩，咱们呀、啊、先请，还是要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。好，准备好了，来，1、2、3，哇，厉害！轻轻松松，直接套中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好可爱，当然，来，接下来注意了，朋友们。 现在是属于你们的时间，我想问你们，现场尤其是年满18周岁，1、2、3，哇，很接近了，这一次跟我们的小海狮非常非常近，来，下一位哪里？好，这位，您都站到过道上了，哎，不能换地方，不能换地方，好，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来。 邀请了大哥来，1、2、3，哎呦喂，期待了好久啊！来，最后一位，咱们所有的压力都在 3、4、8、2、3，Come on！ 这是哇哇，厉害了点，居然直接站到了舞台上方，好了，这位就。 太棒了！来，我们双手不停，更难，好不好？1、2、3，哎，双手的，有没有点尖叫声送给他呀？哇，谢谢！那这样，我们双手不停，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准备了，好，就是现在，来，朋友们，双手。 我们整个海兽剧场最为骄傲的海狮明星，来吧！现在回到舞台前方，当然了，刚刚一份热情似火的舞蹈，向朋友们是掌声不断一直在给他拍手助威。那既然呀、啊，您看这么高兴、很开心啊，我们也说了要将他们海狮家族最最崇高的敬意送给我们现场朋友们，来感谢大家。那海狮家族敬意是什么呢？来，做好准备，1、2。 准备就绪，那么在这里呢，也将为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延期海豚。那么在众多的海豚家族当中啊，延期海豚它的体型相对较小。
右手边。